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6集，今天给大家做魔方推出的这一款 MSB 43号的 Shuttle Master，致敬到变形金刚 G1 幻影的这个产品。然后盒子很小啊，而且很薄，非常的袖珍。然后塞一下这个玩具呢，几乎啊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空间浪费啊。上一期才刚提到说，官方的汽车大师啊，非常浪费盒子的空间。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先看一下它的大小比例啊，跟之前推出的探长身高比例是非常协调的。那玩具本身的话呢，也是维持着魔方一贯惯用的尼龙材质，它的配件的话呢很少，就只有一张替换脸，但实在太小了啊。这个有老花眼的我呢，实在是不愿意啊。这就做这个替换，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人物卡啊，印刷也是比较漂亮啊，这个都是很好收集的东西。那文具的本身啊，这一次呢，整体的关节呢都非常的偏紧呐，那拿起来一体性可以说非常的好。以往呢，经常拿来诟病的这个腰身啊，这一次却意外的紧实啊，它还是有一个往下的一个关节，但幅度好像比以前小啊，但是这个硬度的话呢，是完全可以的。那有几个地方呢，甚至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一个紧实度，比方说这个裙甲，这个呢。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按下去的啊。那一旦扣下去之后啊，有时候的话呢，是根本就很难把它扣出来。那有一些部件呢，虽然是尼龙材质啊，但是的话呢，就安全系数很高了。有些地方真的是做的薄了一点，你要在翻折的时候呢，确实可能需要用到一些道具。那到时候呢，在变形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做一个讲解。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部头雕。那头的可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左右可以稍微动一下，但是造型限制啊，后方的关节能转的幅度非常有限的。有一个肩炮，然后那个时候的玩具都有肩炮，这个子弹是可以拿下来的啊，但是拿下来你也不知道放哪儿，所以就还是把它放回去吧。还是说这是一个手榴弹还是什么，对不对？好像有这个梗吧，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它后方的话呢是有个插孔的，从这个地方。这个黑色的秃对蓝色的黑人对阿凡达，哎，不对，他还是黑白，不，他是蓝白混的耶。好吧，那就是单纯的黑色的秃跟蓝白色的凹而已啊，没有什么其他意思。那这个肩炮的话呢，可以也看到左右两边都有凹槽，有两个洞可以让你选。然后这个还是把这个肩炮的话呢给放回去吧啊。然后这个武器，水蓝色的塑胶，没有任何的涂装。然后呢，各位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这里往上面抬一下，给各位看这里，这里这个关节是用球关啊，因为变形的时候它转动的幅度呢是比较需要自由度高一点，那待会变形的时候各位就能够感受到，但这个球关非常的紧实，腰身也可以转动啊，这个炮又不小心脱落了啊，一定是这个插得不够深入啊，黑色的凸。发挥一下你的实力吧。那背包的话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这里有一个白色镶进去蓝色，这个洞啊，应该说这个缺口有点意思。它在变形的时候，变成人的时候是这块背板去扣它，变成车型的时候是有另外一个凸去扣这个洞啊，所以它这个一动两用也是很厉害。那背后的话呢，这个造型，如果我是这样子吧，应该我是没有变错吧？应该这个地方。啊，它已经这里已经扣住了，所以下方这里动一下也已经无所谓了，几乎是可以当做是已经有固定了。然后脚这边踢啊，这个裙甲刚刚提过是可以从这边开的，但是从这边开啊就很难开。好，到这里，然后膝盖这里大概90度，脚踝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变形的，不，有一个接地。那这里的话就是一样，你看踢到这里，你要这里把脚要打开。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这一块裙甲吧，因为它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用到它来做一个锁扣，那一些在人物摆可动的时候稍稍影响到，问题都不大啦，问题都不大，但是就是一定要提一下，因为它就是经常的会去干涉到，你要弄一些特殊的角度去把它给扣开来，那只是把玩上唯一一个让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太顺手的，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好了。其实这一款的变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啊，虽然说比较复杂，而且卡扣呢，要记住的卡扣呢还非常的多，但是记忆点呢是非常强的，并不困难啊。我们的话呢，先把手啊，黑色的手啊，直接往后面这样推出来，
再推进去就可以了，不要转向啊，直接扣进去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一部蓝色的这个肩甲提上来之后，这里有个凹槽，把它给扣进去。为什么先做呢？因为这个时候的手部的自由空间是最大的啊。我们先把这个步骤给做完，那会方便很多。再来腰转180度，然后头也记得转180度，头是必转的。你头不转的话呢，是一定没有办法达成变形的。然后的话怎么做呢？把这个部件整个往上挑起来。它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蓝色的凸对白色的，阿凡达对白人，哎，这次就跑不掉了吧。然后呢，这两片部件啊，记得啊，这两片啊，有时候呢，我们把它从车变为人的时候会忘记，它这两片呢，并不是收到肚子里头去，是摆在侧腹而已啊，并没有收到肚子里头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翻起来之后的话呢，请记得把这一块部件啊，不对啊，先把这两个部件，轮子要先翻出来。轮子翻出来，然后这块部件要推进去，整个的这个车头啊才能够往上翻上去。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把身体的话，你看到这里有个滑槽拉上来之后呢，这整个车头哎就可以弄上来了。弄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先解开这个地方，先解开这个白色这个缺口，先把它给解开。然后呢，内部这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啊，这里一样先解开，然后呢先给翻出来。这个就可以直接提一下了啊，这个变形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啊，就尼龙材质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这里是有一个卡扣要扣进去，还有这里的话也有一个卡扣，这里白色跟这里有一个卡扣，记得扣进去啊，有两处的卡扣把它给组合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手啊转成这个方向，转到这边。好，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蓝色的部件这里挑出来，我们现在把它肚子整个空出来，这两片挑出来，这里还有两片，在这里侧边推开，还有这里侧边推开，推开之后它都到哪去了？它都变成车子的上方了，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的。再来就顺势的把这整个手臂啊给推到车子的内部去。那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啊，你把它顶进来的时候呢，没有问题，你就全力把它给顶进去就对了，顶进去就对了，它是有弹性的。然后呢，这里就是我说的这个部件。其实它也没有说到多薄啦，但是就是一旦把它扣进去之后，你再从车子变成人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扣出来是真的是不太容易啊。啊，以我的话必须要拿薄的这个拨片或者是那个变形绳去把它扣出来，然后轮胎给先把它给往上面提上来。啊，基本上呢这个啊车头已经变完了，车头变完这腿就更简单了。腿的变形的话呢，是从我建议从这个地方先解开，这里有个卡扣，松开之后呢，这里有一处把它撕开，有点像对，确实是撕开的感觉啊，这种熟悉的撕裂感又来了。然后呢，这个部件折进去，再折进去，这一片先到这，把顶盖的部分呢推上去到这里。好，这个引擎的这个银色引擎这里推到靠中间。再来怎么做呢？我们先变形这里好了。这里说明书的讲解的话，其实会让人看了一团雾水。它其实是怎么样，把轮胎的话呢先往前面移动一点点就好，然后呢把脚尖跟脚后跟做对调了，其实就这个意思，这样子，这样把脚尖跟脚后跟做个对调，然后透过这个滑槽给滑进去。但是我们也可以先不滑，我们可以组合好之后再滑进去啊。所以我们就先把这边给变完好了，这边就解开啊，就可以变快一点，就整个的部件呢把它撕开来，然后这个部件藏到腿里面去，然后筋部的部分往上翻上来，然后这个引擎盖的部分往前面推上去。然后呢这个怎么做呢？就是刚刚提过了，轮胎往上提一点之后，脚后跟跟脚尖啊做一个对调。好，先到这里，先到这边 OK 到这里。那我们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这里先把上方这个地方给扣上去，这里有一个蓝色的这个凸跟凹，可以先把它给扣进去。好的，整个给压进去。然后两腿的话呢，你可以先做个简单的小合并，再一起把它给推进去啊。当然你也可以个别先推进去无所谓，这个推进来之后的话呢，轮胎啊这里内部是有一个缝，跟这里有一个凸，记得把它给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扣上去。然后呢，两个最后的这个尾翼
把它给扣上去，它是一个咬合的，各位看画面也应该知道，然后后面这个部分就往内推就可以了。好的，最后就严丝合缝的几个啊，这里有一个也是卡扣卡上去啊，都是这种咬合式的，把它咬上去，轮胎啊，把它切到一个定位，然后侧边这里一样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所以它的卡扣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但是记忆点呢都很简单，而且变形的由于是尼龙材质啊，这个变形的这个容错率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高。那我们的这一款 Shadow Master 变形应该就完成，应该没有什么地方漏变了吧，有漏变就日常漏变吧，证明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盗版的啊。那滚动性的话呢还可以了啊，我觉得还行。底盘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你就稍微再压上去一些啊，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这些魔方的这个玩具经常有的这些武器啊，通常在载具下都是无法去做一个存放的。那底盘看上去非常的工整啊，头部记得做一个翻转，腰部做一个翻转，那手臂就是收纳在这里啊，你看到的这个叠得非常的非常的整齐啊。脚的话呢也是收纳得非常的干净啊，啊脚变成车尾，然后手藏到底盘。那整个变形记忆点是很强，你说有没有新意嘛，好像都似曾相似的一个变形手感，但是以尼龙的材质呢来做呢，哎你推压撕捏的时候呢，这个触感呢又不太一样了啊，啊是一个可以轻松把玩的玩具啊，啊各位看我这样轻描淡写也是掰着掰着也是在各种骚话里头就把它给变完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啊，蛮不赖的一款玩具啊，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